5-6，5-6，5-6，我们都发挥200%的实力。也就是说都是没有人是吧？发挥120%就行。不过那天打了一下，稍微瞄了一眼，他们用的基本是那个米的后勤，其中一个是喜欢打米后勤，米后勤就分杯一次点而已。6:49，对面没人。嗯，他们还没进，他们也全部掉线。耶耶，他们弃权了。耶，掉线后轮空。H 你压的不算黑甲啊，我想裁个什么18岁。你看我们三，我也没穿。哎，围观围观嘻嘻围观嘻嘻，赶紧围观。是 AUR 的，这线条全是 AUR， 这线条。我靠，你们四个级后勤，我一个 A 后勤，压力山大。其实四级后勤加两 A 后勤是完美的组合，绝对完美的组合。屁都听不见，我操！啊，卡的一逼。你走路卡吗？不会那天被我们打了一下，西西走到角落了，西西走到角落了。哎呀，你们这群人！哎，哎呦！不会那天被我们打成狗一样就弃权了？应该不会吧？那天不是还找大雪寒蝉？他刚还进那个网站上官网上面的那个聊天室了。让我那个谁嘛，让我。是不是所有只要是 ECF 都能进啊？试一下啊，不是，是只要是公司的。不是，他是要加这个战斗，要不然你看不到那个 other contract。其实我估计 Winsock 90%进不来的，因为他没有 character 呢。我赌他进不来，谁跟我赌 ESK？ 他应该是看不到这个。我 Q 上跟他说一下。哎，后面那个是什么呢？夸进来六个，怎么办？突破。就那样嘛，反正就做好5-6的准备。我估计他们也不应该那么齐吧，肯定是5-5。All non-combat personnel, please report to the aft deck immediately. 哎，我咋感觉我比大徐高呢？大雪，我比你高呢。H 有没有录像啊？正在录，正在录。靠，不要说脏话。H 来谬一张呀！黑甲过来站好，该站前面。啊！西西也过来，谁叫车？谁叫车？谁叫飞机什么的？不能叫载具，不能叫载具，不能叫载具。没有载具，就光靠头跑，光靠头。尼玛！那谁跑得快，先跑过去扔点吧。换一个轻甲跑吧。我反正搞了一个两个耐力药的，可以走。那你要不你起手开这个好了。经过那次短暂交锋以后，他们想，这下完了，还是别出错。然后今天晚上就弃权。他们可以靠网络打败我们。然后今天晚上可以靠网络来的。我带了一个扫描，一个复活点和两个 compact 修甲包。我充会儿电啊，那个我操没电了。哇靠！边插边用嘛，边插边用啊！对啊，你又不是用耳机。2:56嘛，这边真不来了。待会儿开场以后，不管什么情况，直接跑过去把一点黑掉，然后开始布防。嗯。哇，你们谁穿一个快一点的跑过去吧？我他妈的跑的。我有 run， 我有 run 的那个配置，我错了应该。那就你带其他人还是等你的点好吧？不用，直接跑，全部跑。哦，好吧，因为你们第一个，你们都是 AOR 的重生点吗？能扔两个的吧？我的是 stable 的，去买 AOR 的。我有那个。哦，你现在不买也没事，不买也是。
反正到处扔吧，多扔几个也算几个。话说我已经很久没到这儿了。不让我想起我们公司打篮球赛，嗯，有一场准备的，我们准备的特别充分，充分到那儿之后对手没来，然后我们就和裁判打了一场，然后嗯赢了，然后我们就和裁判混着打了一场，就是那个软件园里边的比赛啊。哎，云中没报名了。云中这种人不会报名的，他情愿输也不愿意自己输。不知道。一分钟倒数，对面还是要多找点人来玩。开场以后十分钟，对方不到算弃权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进去以后马上把一点占掉，什么都别管。第一场就是那个大坝那个图，第一场是悬崖，第二场是坑，第三场是什么来着忘了，第三场就对 NS 了，我们第三场就对 NS。 哎，进来了进来了进来了进来两个，嗯，三个。哦，看到了。哎，就那三个人吗？肯定还在进嘛，不要激动。就这三个吗？求三个，求三个，求三个，求三个。昨天打的就这三个人吗？三个人也好，如果他们在二十秒内没有进满六个的话，他们就是三个开场，后面再追，这样子比赛还是会正常开始。比我们等十分钟，然后来六个，然后再重新开场。好像说赛制的话，只要你进了一个，就算正式开始。是的。OK， 准备开始。对面三个人。肯定有三个人是吃火锅拉肚子了，来不了。OK， 我开始跑起来，不要造载具，不要造载具啊！不许造载具啊！嗯，不造载具。干嘛？啥都听不见，亲们。没干。果然比不许造载具。哎，雷具没录吗？这个。录 ，recording。从lobby进去的果然就是快。盯着右上角，有人来跟我说一下。OK， 跑路，跑路，叫车啊！嗯，不能叫车，不能叫车，叫载具，不行。为什么呀？叫载具就算那个汽车。规定不能用载具。嗯。反正我没车，我也叫不了。我靠，那 H， 你小心点啊！我靠。他扔，我会再近点，我会再近点，扔下重扔点。嗯，冲 A， 不要去占别的东西。占领 A 点以后，守住 A 点附近那个小那个守住 A 点上面那个桥，守住 A 点上面那个桥。然后如果能延伸到 supply 左边房子里的 supply， 那是更好。不用 supply， 他们就几个人。重生点你扔下。没去带扫描了吗？没带，我带重生点。哎呀，不带扫描了。supply 就黑掉 ，supply 就黑掉。重生点扔下，重生点扔下。到桥上去扔点重生点。看到人了，看到人了，来人了，来人了。是一个那个罗杰斯用那个 MK0。对他们也是那个好点配置。往上冲，往上冲，把他们打掉，把他打掉。先扔雷，先扔雷，去堵点。我会摆摊。后面没人。大图他妈不一样。Spy 方向改了。好，他们打。重点打掉，重点打掉。来帮忙堵点，来帮忙堵点。来来来。来帮忙堵点。来。把他们逼住，不要让他们过来啊！来了来了。两个人堵点够，两人堵点错了。先。重生点扔下。摆摊。对枪很弱，对枪很弱。走，有人接近。注意上面。留弹。
上面有人，上面有人，大坝上有人，大坝上有人 ，A 点附近有人 ，A 点附近有人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我上去。哎呦！炸到了。A 点附近不能有他们一个重生点。OK， 战线往前推，战线往前推，推到他们那个重生点附近，把他们逼在大坝上，不能让他们下来。战线往前推，有个人脱离那个集火，集火上面那个，集火上面那个，没关系，小心，不要被上面那个牵制太多的注意力。哇，你放把阵线稍微往出推一点就好了，不要。哎，小心有误伤的啊，有误伤的啊，有误伤的啊，真的吗？嗯，我被打死了啊，真的。嗯，我靠，你们肯定刚才有人打我了。OK， 我在这里摆个摊子，不然我怎么回事？找一下他们主力的位置。打的时候小心点。嗯，在上面。我留在 A 点，你们去围剿他们。你们上去围剿他们。哦，不对，我没有带扫描器。好弱的对枪，OK OK， 我开始用那个了。尽量拖延时间，不要让他们跳下来。有人下来了，带着扫描器下来了。有人下来了，下来就杀。对 ，Q Q Q Q， 看分。到摊子这边来杀，我这边有摊子，打他们是绝佳地点。摊子被清。我们上岗，上去打了。上去的话不要牵扯太多注意力，一两人上就可以了。我在下面，我会牵制他们注意力，就这么远远跟他对枪就行了。昨天萨鲁克就是这样打的，你看他们把摊子摆在上面，他们就不下来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就不下来，他们摊子摆在上面，他们就不下来，因为下面他们必须站在那个摇修的范围内跟我们打，知道吗？非常好的集火，集火不错，集火集火，退回去就不要打，换子弹，集火集火集火，差一点点 ，OK 换子弹，后面的可以包抄上去了，集火集火集火，把他们炸了，全部炸掉了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把那个人杀掉，把那个人杀掉。OK， 没事没事，猫死了猫死了。就 OK， regroup， 这个人 regroup， 这个人枪还挺。要露头了露头了，准备。可惜。到处扫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侧面。有。他们里面随时可以跳下来。再绕，往后绕，往后绕。一两个人往后绕。有人跳下来了，杀 ！Kill confirm！Kill kil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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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ill！OB 好了 ，OB 好了，敌方 OB 好了，他们已经输了大半。打我！你们 OK， 上去捡漏的，上了啊！我扫描一下，把左边 CRU 占了，把左边 CRU 占了。那个 CRU 是个有人跳下来，他们在下面摆摊子。你们上面动作要快了啊！他们在下面摆了七十那个维修的摊子。扔雷，把摊子炸掉。Kill assist， 退回来 ，CC 退回来，退回掩体，扫描，正在扫描。OK， 他没有追。捡漏，那个人不敢上来就随他。CC 右侧有个人想露头，来了 ，nice kill。CR 又占掉 ，CC 我们不要离开一点，开始扫描，四处扫描，特别要扫我们后面。
注意，有人朝你们去了 ，CC 右侧，右侧，右侧朝你们去了，好像跳下去，跳下悬崖了。这人拿了个狙，拿了个狙，已经是放弃节奏。有人上来了，有人上来了。找掩体啊，找掩体，去找掩体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找掩体，不要抢人头。他们从下侧正在进攻，他们在从下侧进攻。啊，你妹，这好硬啊！我操。有狙，有狙，有狙。OK， 把他们放上来，把他们放上来。我去砸，把他们放上来。他们就在那个上那边的斜坡那里，就不过来了。Nice kill， nice kill， 扫描，扫描，扫起来，扫起来。没人，扫不到他们已经收了，收。不要离开一点太远 ，CC 退回来。A 点后侧有人 ，A 点后侧有人去偷点了。试试呢？回来怕喽？打六变成。所有人收缩，他们对枪对不过我们，就算把 A 点抢过去没用。A 点附近需要补重生点，我来补。马上。先使用步兵推进。往里灌雷，往里灌雷，他们都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面。他们的摊子已经全部被我弄掉了。把人杀掉，把人杀掉。都往上压。OK， 所有人上来，我一个人独点就可以了。散，四散扫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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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包括他们从哪出来的？后方，后面，后面，后面，后方，后点。好，出来了。我去换套。呀，这没有没，这怎么是这个建筑啊 ？Supply 呢？没事，我就打到死为止。Kill kill。再把我打死，把我打死，老子就可以换装备去了。CC 暂时不要离开一点，暂时不要离开一点。他们都在那个顶上，他们都在那个顶上。有人堵点，有人堵点。嗯，没有啊。有有有。死了死了死了。啊？哦，可以了可以了 ，A 点是我们的。进行 A 点近身防御 ，A 点近身防御 ，A 点近身防御。有人进 A 点，他们对枪是对不过我们的，所以说无所谓。又有人下来了，不要离开 A 点太远，有人过来了。对枪真弱。哎呦，我把自己炸了一下，妈蛋！他们在那个死派这个方向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把他们顶在 AR 的射程边缘，把他们顶在 AR 的射程边缘。跑得真鸡巴快！但你跑得有枪子快吗？四组扫描，又有人进，回来一点，回来一点，回来一点。Kill kill！ 我的子弹要没了。哎，不是这个。又有人下来了，又有人下来了。哦，炸我 ！Kill kill！ 注意点，你们那边啊！有点别乱扔，我差点被。到处扫描，到处扫描。哎呦，我操！队长不要准备重上，队长不要重上，队长不要重上。那边那个重生点压住就可以了，压住就可以了。猫的口头禅。哎，他们四个人啊，亲。A 点附近有人，上桥了，上桥了。上桥了，上桥了。在桥上。走啊，看不到。
后麻烦了。我操，卡住了，全部回一点，全部回一点，准备轨道炮。啊，不知道，轨道炮有没有误伤啊？啊，看起来应该是有的。全部回一点，全部回一点，他们在桥上，他们在桥上，我会在桥上复活。起火了就，对。桥上这个摊子看来还是给他们造成不少麻烦。散开点吧，别直接被人家。我进入轨道炮界面，直到终局。我会进入轨道炮界面，直到终局。他们的，他们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已经回进一发了，回进一发，他们没有机会进攻了。Nice timing, nice timing. OK, 所有人回防一点，他们没有人，他们没有那个进攻的。我直接回赠一发，把他们人全部炸死。全部人回防一点。找不到，但是应该在 CRU 复活。好，找到我了。四速扫描。CRU 复活，三人，三人。OK, 压上去打，压上去打，压上去打，作为结尾，压上去打。他们肯定是发疯一样的那个上来的。不要怕牺牲，要露头了，要露头了，把他们压在这里，不要让他们接近，一点机会都不给。三十秒，三十秒，躲雷，躲雷。妈的，后面有个，自己人打，别打我呀。他应该没子弹。Headshot。那哥们死了吗？没死，没死。那边还有两三个。重机枪。OK。Nice work。Nice work。最后我应该把猫打了。靠！没钱呐、啊。没钱，没死。靠！没钱，没打了，没打了。我靠，死了六次 ！Nice done, nice done。我也死六次呢。嗯，求个足够。对，他们只有四个人，杀一个死七次，上来象征。啊！我也不知道。哎。